这么怕我成为第二个张小雅，那以后日子怎么过？可是我刚才看见你跟男人在楼下了。我在楼下干什么了？你不能看见一个男人就怀疑我吧？这是我看见的。干什么？那我没看见的呢？松开。你说，那个男的是谁？你告诉我，你把家里的事儿都告诉谁了？什么事啊？恰河，你不能好好说话。有人在威胁我，在保护你。他对家里的事儿一清二楚。你说，你告诉谁了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告诉他是谁？告诉我他是谁？松开！向南回来了，哎，没睡啊。你们早点睡吧。十二夜情，我不知道，我是该阻止安家和呢，还是为我的作品而袖手旁观？如果我阻止他，我就再也拍不到这些镜头了。如果我不去阻止她，那这个女人实在太可怜了。尤其她要瞒着她的母亲。嘉禾，早餐还热着呢，吃点吧。不想吃。向南，我还是回家去煮吧。嘉禾这两天心情不好，我在这儿都别扭。他不是冲您的，主要是我跟他有点矛盾。我知道，我在这儿，他对你有什么脾气，也不好发出来。我走了以后，你跟他好好谈谈。没事儿，你放心吧。你什么时候想去监狱看你哥哥，跟我说一声，我也去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是小凡吗？对，我是。二号，我打通过你们的电话，我是厦门的。上次你建议我去妇联咨询一下。我已经听出您的声音了，我们谈过一次。主任，哎，安医生，啊，是这样，您给沈部长做手术那些资料呢？我有个手术想要看一下。哎呦，资料我忘在家里没带了。这样，我马上给您取去。哦，要不算了，我打个电话让我人给送过来。占线，这样主任，您先回去，我让我人马上送过来。上次跟你通完话以后，我去了一趟妇联，可当时我还是没有勇气说。我这儿就是您倾诉的地方。昨天晚上
他差点又要打我，幸好我妈妈出现了。你丈夫打你的事情，您的母亲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不想让我妈妈知道。你遇到这种情况比较多，我想向你咨询一下，除了离婚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解决？这要分析他打你的主要原因，还有他打了你之后，你不想离开他的原因。回家给主任取资料，有事找我就说，我马上回来。好的。现在只要一看见他心情不好，板着面孔，我就特别紧张。有时候我觉得他有点心理变态，你说是吗？严格的说呢，这是一种心理畸形。您的丈夫有没有去看过心理医生啊？没有，我曾经劝过他，但是他不愿意去。像他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吗？我不能讲不负责任的话。这种情况是否会持续下去，完全取决于你丈夫心理的变化。作为妻子，您觉得你的丈夫在外面有人吗？这点可以肯定，他不是那样的人，平时业余时间他都是待在家里的。夫妻生活对我来说是痛苦的，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。我也曾经努力，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我想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，我那种绝望的心情越来越浓，越来越浓，就好像被人用刀子在心上轻轻划过的感觉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谁打电话？啊？嘉禾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想听你说。我知道你在给谁打电话，而且是个男的。你想让他干什么？嘉禾，你误会了。你不要再逼我了，沈南，安嘉禾，我真的什么都没说。我不是叫你不要动吗？
话的瘾呢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你怎么不听话呢？你现在怎么不顶嘴呢？亲爱的，你给我顶着你！你怎么不听话呢？你说话啊你！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、啊？说他是谁？现在嘴还有一个啊？都怪你，以后别跟我再顶嘴了啊！对不起，啊。今天拍摄工作遇到极大的阻力，导演叶导的心陷入了事业和良知的夹缝中，他痛苦，他彷徨。看什么呢，哥？你又去哪儿了？不好好在屋里待着？隔壁下棋呢。老王那厮不服我，哎，不过我还是输了。你要听医生的话，护士已经告你的状了。我在这病房里待着实在是憋闷得慌。哎，嫂子呢？她怎么没来看我？怎么了？垂头丧气的，怎么了？又跟嫂子吵架了？吵了几句。到底为什么呀？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你问这么多管什么用？哥。我可跟你说啊，你可对嫂子好点儿，她比张小雅可踏实，是那种好好过日子的人，是吧？你们俩吵得厉害吗？还算厉害吧。
那他人呢？回娘家了。那倒没有。小姐，我查一下这个电话昨天拨出的所有号码。这里是枫叶妇女服务热线，先生，您别着急，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咨询或者需要帮助的吗？哦，你们那儿是不是为一些心情不愉快的人提供一个说话的机会，让他们把心中的怨气都给发泄出来啊？我们有倾听诉说的服务项目。好，不打扰了，谢谢啊。喂，是孙厅长吗？啊，对，哦，我是电视台的。我们已经跟你们赵院长打过招呼了。哎，对啊，我们啊有一个栏目，是一个普法的栏目。对对对对，哎，需要点资料得上您那儿去查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明天派叶斗导演跟您联络。小南，喂，妈，我是嘉禾。小南回您那儿了吗？哦，没事儿，那他可能去串门去了。啊，您挺好的吧？啊，好，哎，没事儿，哎，再见，嗯。
不服气呀？喂，我是刘薇，请问您哪位？刘薇，是我，小南。你是在我那儿吗？嗯。是不是又……我再也不想忍下去了。你现在自己能照顾自己吗？我给你找个保姆吧。不用。我如果要离婚的话，应该怎么办？小南，你先别这么急着做决定，先休息两天，把脑子沉一沉，调整好思路，免得一时冲动弄得进退两难。过两天，我让一个律师朋友去找你，你跟他把情况说清楚。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？你先别慌，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很好解决的。你先休息好，我来帮你想办法啊。好。你现在手里有钱吗？有，钱的事你不用担心。你呢？你那儿怎么样？你就别替我操心了，小南。你的事儿也别老去想他了。好，再见。小南没有跟你一块来，他没上您这儿来啊？没有啊。哦，那可能他回家了。我主要是来看看您。哎，挺好的，你来回跑多累呀。要不我去看看小南。不用了，他挺好。你这是典型的家庭暴力，这样的问题通过调解能彻底解决吗？我们接待过不少像你这样的人，最终往往都是女方不想离婚。如果我想离婚，但他不同意呢？如果你单方面提出离婚，可能不那么容易。难道你们就不考虑家庭暴力的因素吗？这就是司法范畴的问题。打得不重，我们一般不管。主要这种家庭内部的事情不太好管，而且也很难做刑事处理。要是打得重呢？你最好拿到医院的诊断证明，然后写一份材料，以故意伤害罪来起诉他。起诉？我不想起诉他，我只是想办离婚。我不想追究什么刑事责任，毕竟不想弄得他身败名裂。要不你就以停止起诉为条件，让他答应你离婚，离婚就不起诉，不离婚就起诉他，让你丈夫来选择。就只能这样了吗？你是想离婚又不想对他有任何伤害，我看你还是到法院去咨询一下。我的话呢，不过是个建议，你看呢？您喝水啊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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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有什么事您就叫我，我在隔壁。啊，您忙您的，我在你们这儿找找合适的拍摄题材。好，行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谢谢。请进。同志。有什么事儿？
请问要咨询一些问题在哪儿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想咨询一些问题。咨询？对。哦，小宋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哦，谢谢。有什么事吗，叶导？啊，给我们倒杯水，倒杯水。行行。他口齿不清楚，我叫叶导。你好。我怎么觉得你有点眼熟啊？你这是第一次来法院吧？对。是第一次，你别紧张。去法院就跟去医院啊、电影院啊、美容院是一样的，没必要拘谨啊啊！哎，喝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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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那你是咨询哪一类的案子呢？是家庭暴力。啊。哦，家暴啊？那你是为别人咨询呢，还是为自己？是为我自己。哦，是自己。你放心，明天我就帮你安排这件事儿。小南，韦小南。请问你找谁？哦，我想找这住的人。已经走了，去福州了。不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几天有没有人在这儿借住啊？好像有吧，昨天还亮着灯呢。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。你有什么话，我帮你转达。不用了，谢谢啊。喂，喂，是我。你现在在哪里？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回来了？你听着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跟你离婚。离婚？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哪儿你不用管。我只是通知你一声，希望你有一个思想准备。你休想！你答不答应是你的事，我这边已经决定了。我只是告诉你我的决定，不是跟你商量，更不是乞求你，这点希望你能明白。快进去吧。如果你丈夫坚决不同意离婚，我们可以对你们家庭矛盾进行调解。我丈夫是个很要面子的人，他要是知道我把家里的事情告诉了外人，可是他会更狠地报复他的。好，这点我们会考虑到的。既然我们介入调解，我们就会告诉他这里的利害关系。即使他接受了你们的调解，那以后我跟他还怎么过呀？是啊，我们这样做也是个工作程序，是对你们俩婚姻关系做个司法解释，说明彼此利益。从根本上说，他也解决不了家庭暴力的问题。如果我就是想离婚呢？既然你们不能协商解决，那我们只能用法律的手段解决。不过这需要很长的时间。要多长时间？今天提出离婚诉讼，你丈夫拒绝，那么你只能等6个月以后
才能提出第二次诉讼。他要是还不答应，你只能再等六个月，提出第三次才有可能法定离婚。这样看来，你至少要等一年的时间，而且这一年的时间里，你们夫妇的行为还要符合许多方面的要求。一年，我可以等。你先别急于表态，你还是考虑周全为好。很多像你这样的案件，在一年之内啊，都发生了转变。他不可能改变的。你是他什么人？他是一个朋友。哈，要是因为婚外恋而导致离婚，那么法庭上首先保护的是被害人的利益，就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么简单了。不是，您误会了，他是你们法院的同志。嗯，我怎么不认识你？啊，我以前是在市东区法院，后来调到电视台去了。以后啊，有事你常找我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为什么说你是法院的？你就别问我是干什么的了，反正我想帮你，没别的意思。帮我？你跟我认识吗？也许我是对家庭暴力这类案子比较感兴趣。其实不说了，你能给我留一个电话吗？我没电话。案子遇到点困难，需要继续努力。有什么事吗？我可以进去谈谈吗？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安家和，我丈夫。这位是姜伟，我请的律师。律师，你好，我们正好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。好啊，请坐。美香南，你是铁了心要离婚是吗？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受不了你的打了。那你告诉过你这位律师我为什么打你吗？我说了，你老是怀疑我在外面有人，你的心里有残疾。胡说！啊，嫁给我的时候恨不能说我什么都好，啊，你现在想跟我离婚了，你就污蔑我的心里有残疾，你说。是我怀疑你，还是你自己的行为不检点？今天我们别再吵了，邻居都休息了。是，我也不想争吵。我承认，哎，我打人不对，我承担打人的责任。可是你要说你自己做的尽善尽美，而我无缘无故的就怀疑你，有谁会相信？连傻瓜也会想想我为什么打你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不想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，也解决不了。我们换个地方谈行吗？别，我走。就是这样，他从来没见过我这样强硬。要是没有你，肯定又是一顿拳打脚踢。
这么晚了去哪儿了？谁啊？我。你发现我？你不是电视台的记者吗？对，那天是，可今天不是了。明天还也许是别的什么，警察呀，画家呀。那得看我想当什么。那天在华侨公园，你怎么失约了？我去给人家客串保镖，耽误了。你不会以为我怕你吧？你的胆量我从来没怀疑过。你还能当保镖啊？有必要的话。我还可以当刺客，哼！锁着呢。对，有兴趣进去看看。已经看得差不多了，没什么兴趣。那就别绕圈子了，有话直说吧。我想你一定考虑很长时间了吧？你那天叫我去华侨公园，想说什么？现在说吧。别再打老婆，我说完了。您可是社会名流，您表面看上去衣冠楚楚，比我强多了，可你为什么关起门来打老婆呢？那天我是没见着你，我要见着你，我可得好好批评批评你，像话吗？啊，您老婆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呢？正像白居易所说的，梨花一枝春带雨，她一看就是一个良家妇女，您为什么老打她呀？她为你辞了职，你还要她怎么样？你们知识分子打老婆，正如老舍先生所说，其人当汉奸，罪加一等。我就是搞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老打他呀？你要干什么？你算个狗屁！你不就是想知道别人家床上那点事儿吗？你装什么正经？我为什么打老婆？连警察都不管，你管得着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来跟你谈事，给你脸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跟我玩到底吗？好，我姓叶的，今天就跟你玩到底。今天谁说一句软话，谁就是三陪小姐生的。你以为我就那一张照片呢？我要让你这只披着人皮的狼无地自容。你这只披着人皮的虚伪的大尾巴狼！你可以走了，下礼拜咱们电视里见吧。等等，咱们可以谈谈吗？怎么结巴了？刚才说的不是挺好的吗？咱们谁脸红了？你跟我玩流氓，你还差得远呢。你在别人眼里是医生，在我眼里是小丑。你想看吗？这还有，你可以看一页。对，你不想看了也好，在下个礼拜你可以在电视里看到。对对对，还能在街上买到 VCD。所有认识你的人
和你们医院的人都会看到。你会比以前更有名的。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？也管不着。我们可以交易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我不明白。我承认，这些东西对我很不利。我可以给你钱，你把这些录像带都给我，也算是对你辛苦的一种报答。再说了，这些磁带你拿到电视台，他们能给你多少钱？我不卖。你可以开个价儿。多少钱？这是在哪里？不是想象的开始。阻止悲哀。